为什么？惨了啦！我现在赶时间，然后车又失火哦，然后呢，我又要迟到了。现在我要去 jump start 我的车，可是这里没有车，有没有人来救我？来来来来，我来救你了啦！哎呀，其实你的问题哦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哈。我跟你讲一下，你不算是最惨的了。我的妈妈哦，之前呢，她驾车回家的时候就塞在车笼里面，然后还下大雨，你知道吗？突然间她车死火了，因为她的 battery 哦就是挂掉了，没有电了，所以start不着。所以那时候呢，如果她有 Mugen 的这个 jump starter 呢，她就可以自救了。就像你今天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有这个 Mugen 的 jump starter 呢，就 OK 了。其实它很容易啊，你看，把需要这样接下去之后啊 ，OK， 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我这个可以丢掉了，你可以把它丢掉 ，OK， 它使用很简单的哈，你自己看一下，黑色这边啊，黑色这个啊，这个夹子对准这个黑色这边 ，OK， 对准它，看到吗？加下去黑色的， 然后红色的对准红色这边 ，OK， 然后你自己看一下，这边有个 on 呢，你可以去准备去开车了 ，OK， 好，只要你 on 了它 ，OK。 好，你就可以 jump start 你的车了，来 ，OK， 啊，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人家来帮你 jump start 你的车，你自己就救到自己了。所以哦，就算你在荒山野岭啊，或是一早要上班的时候啊，你的车的那个电池突然间挂掉了的话，你就可以用它了。真的。 非常的谢谢你，而且这次去哪里买啊？哈哈，我告诉你，在CJ网上就买得到了。哇，你看看今天带给你的Mugen Jump Start 的升级版呢，绝对是我们紧急状况的好帮手啊！真的非常的厉害哦！这次升级版的特点呢，就有数码的显示屏啦，三个模式的紧急信号灯，还有自动切断打风呢。哇，这个升级版看起来很好用哦。OK， 如果你要 Jump Start 的车，有简单的三个步骤而已啦，衔接、充电、启动就可以了，而且它很容易携带、容易操作、安全又实用哦。哇哇哇，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呢，就是日常应急的 必备品啦，有一个 LED 的紧急信号灯啦，应急的这个充气，还有充电的功能。再来呢，就是有这一个电源 9600mAh。 欢迎来到CJ Wow Show，我是 Gary 俊成，我是 Kian。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你看到你日常会面对到的问题。OK，真的。Battery 突然间没有电哦，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来的。有时候等人家来打救我们呢，你要等个一两个小时，那救得到还好，救不到怎么办？白白浪费了时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车子或是摩托的胎呀，突然间没有风，bomb，这就好像那情况。怎么办？你看，按，你看，bomb炸了，怎么办呢？ 哎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停在路旁边啊，就没有人能够来打救你的时候，你在那边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所以 Gary 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买 Mugen 的 Jump Start 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尾里面啊，或者是摩托这个 store 的那个箱子里面都可以啊，而且它真的是很小巧一个，很容易操作。OK，我教大家如何使用啊，你看这边有个 on off， 你 on 了它先 ，OK， 看啊。 on 了它之后，你看到这边有蓝光嘛，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这边有 BSI 8KPA， 然后只需要你看第一个是 PSI， 你调一调，这边23.5嘛。那如果摩托的话，调到去它22，你就根据你车子的气压、风压哦，来就是调它的这个数字了，好不好 ？OK， 看一下啊 ，OK。 22，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打风了哦。所以是很简单，就这样子把那个头连接起来，然后呢锁紧它，这样子就 OK 了。真的，而且呢，你的车如果你的胎要崩掉了，你给它有一点风，你就可以加到去附近的那个汽油站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哦，修车厂啊，对 ，OK， 你看，哇哦，我们按 bomb on 了之后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看一下，它是到那个气压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断打风吗？对，这个就是升级版，而且我们升级版的还有一个电子的屏幕啊，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数字，你看一下啊。OK， 这样就好了。对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就有风了呢 ？OK， 你可以试一下。 啊！哇哦，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再担心说哦，胎压崩掉，然后自己要换胎压，因为有些人也是有试过哦，就是要换那个 spare 胎压的时候啊，哎，原来它 spare 胎压也是没有风崩掉了，所以那个很糟糕。OK， 再来，谁有骑脚踏车的 ？OK， 脚踏车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
啊，你要推到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换嘛，对不对？嗯，所以一样的，大家再看一下哈，我们 on 了它之后，你自己看一下这一边哈，我们一样，我们就是找到的 PSI，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显示多少呢？ OK， 这个是显示41，对，我们不要这么多。我们可以减它，所以它是可以去让我们选择它的那个气压的程度的，所以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板架的打压，然后呢去打风，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快捷的，你不需要等人家来救你，你不需要把你的摩托车啊或者是你的脚车啊就啊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OK， 大家看一下哦，我一样把它锁紧了我们的这个气孔这边，然后呢锁紧了之后你只需要按一个 on 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啊，听到吗？那个声音啊，然后你看一下那个胎压，它就开始慢慢浮起来了。哎，真的太快了吧，这个。而且我告诉你哦，它当它充气完毕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就是断风，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智能的啊。对，你自己再按一下，看一下那个风够不够。非常的够哎，对，重点是你知道有一些时候啊，自行车我们放在家里放久了，它自己也会漏风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不用再用那个手动的模式，要直接按那个打风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如果你的胎压没有风了，你硬去架它，知不知道？它会破坏掉里面的塑胶的。OK， 今天我们带给你这个套组呢，我跟你讲，绝对是市场上找不到的。你看看，我们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Mugen Jump Starter， 它总共有四种功能哦，包括了紧急的灯啦，照明灯啦，然后可以 jump start 等等的啊。对，当然呢也是有这个赠品呢是要送给你的，就有价值39.93元的这个汽车的吸尘器啊。我跟你讲哦，其实呢我们只要有这个 Mugen Jump Start 啦， OK，无论你发生什么样的紧急状况都好，你的老婆、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他们都可以自己救自己。对，因为有时候啊你把车停在路边，因为 你的车崩溃了或是没有电了，很危险，对不对？有人来救也害怕，没有人来救也是担心的。真的，比如说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电了的话，你要打电话叫谁来帮忙你？对，如果你又没有 power bank， 可是你有我们 Mugen Jump Starter， 它就可以充到一个临时的 power bank 了。没错，要怎样呢？因为呢，它的这个配件呢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四个不一样的手机头，不管你的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最重要是它是可以让你迅速的得到这个充电的部分哦。所以呢，它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attery， 你知道吗？没错。然后呢，你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去充电。都可以，没错，非常简单的步骤。Okay，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将它呢就是插下去就 OK 了啊。看一下，好，那插了下去之后呢，我们只需要按 on 就可以喽。按 on 了之后呢，这边你看，看到它在充电了，大家看到吗？哇，所以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好哎，因为呢，如果你真的是衰起来的话哦，你的车胎压搬架啦，或者是车的 battery 没有啦，或者是呢你的这个手机的电又没有了，你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那个时候呢要怎么办呢？所以 Mugen 的这个每一辆车一定要有一台啦。OK， 我告诉你哦，这升级版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比如说当我按两次的时候啊，你自己看一下 ，OK。它就有这个闪烁的 LED 灯，看到吗？这个可以放在你车后面那边，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可以提醒后面来的车子哦，你的车子抛锚了，这是很棒的一个 OK 提示灯来的，安全。对了 ，OK， 当然，如果你不要它的话，你按回两下就可以了。然后呢，前面这边你按99。OK， 它就亮了，它变成了一个手电筒嘛，很光，对不对？对。这个恒光的模式呢，可以照亮晚上任何一个很暗的一个角落。再按多一次的时候，你看它就不断的闪烁。这就是 SOS 了，是吧？叫求救的意思了。对，这个也是 SOS， 这个是脉冲模式。嗯，就是有三种不同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就说啊，你今天买回去的这一个 Mugen Jump Starter， 它并不只是一个好像可以 jump start 你的 battery 啦，或是充气的 air pump， 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用处的。它还可以充气球哎。对，你看一下，如果你家的小朋友的这个篮球啦，或是足球没有气了，对不对？你看，只需要这样子哦。OK， 我们 on 了它之后，然后直接我们就按下 OK， 然后它就可以充气了。哇哦，就这样简单而已哎。你知道平时我们都是要用那个棒棒棒的啊，或者是
你要一些比如说那种我们的那个游泳圈那些我们都是要用口去吹吹吹，哇很累那个。对，你看这样子就搞定了哦。所以你看它还是有弹力的哦。是啊，所以哦你只需要有了它之后，无论是脚车汽车、摩托，任何的胎呀、气球，你要这个气窗，你要崩气的话，它都可以使用，因为它也是一个气泵来的，很厉害，对不对？真的，因为平时呢，我们在传统一点的那个方法的话呢，就是要两条线长长的这样子，又要需要另外一辆车来帮我们，所以呢，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体力。最重要的是，如果那一天你的朋友全部都不得空的话，哇，你就惨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试过，我带朋友他们啊一起去怡保玩，然后是长假来的。Okay. 然后回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哦，上厕所，然后我就停车嘛，就 OK。然后我要 start 我的车的时候，我发现突然间呢 start 不着了，哎，原来是我的 battery 哦，就是挂掉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下我很着急，我说死了，因为我车没有 jump start 的 cable。OK。然后我没有这个 Mugen 的 jump starter， 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慌，我讲糟糕，谁可以帮我？因为你要打电话叫人家来拖你的车，其实你可能要等很久了，是也很麻烦，而且我们去旅游的整个感觉就很扫兴了。幸亏当下有车子在前面可以帮我 jump start 我的车了。可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不买 Mugen 的 jump starter 放在我的车尾箱 stand by 吗？你知道吗？预防万一。所以啊，我也是有遇过很衰的情况的。我的车胎要搬家啦，那时候在那个半夜的时候，在那个highway 旁边，你知道吗？对对对，旁边就是那种油中园了。哟，对。然后呢，我都要去换胎呀，结果我拿我的 spare 胎呀出来 ，spare 胎呀没有封啊。哎呦，哎，你真的是很倒霉啊！而且我真心觉得了，你要换胎呀哦，你在 highway 旁边哦，那是也是很危险、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来的哈。所以你有木跟这 jump starter 哦，它有那个 LED 灯，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子的后面，让后面来的车子看到你的车，这样晚上嘛，他们才不会撞去你的车子，你知道吗？而且我告诉你，今天你看一下我们的这整套哦，有工具箱啦，然后有很多的配件啦，然后我们的Mugen Jump Starter 好用之余，我们还给你一个呢汽车的吸尘器，然后这个赠品呢其实真的很好用。阿 Ken 好不好给我们示范一下？是的 ，Gary， 我们现在呢要让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会赠送给你的这个价值39令吉93的汽车的吸尘器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因为它非常的轻啦，然后你非常的小啦，然后在车内呢就可以起这个清洁的作用。那这个呢它就有这一个插头，你只要呢把它连接进去。你这样子按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启动这个 on， 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它的强劲是非常的犀利的哦，所以呢，这个东西哦，你看我们车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吸，把那些灰尘都吸进去。最重要的是汽车里面呢有很多这种隆隆啦啦的地方啊，哦，所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轻轻的吸，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呢？如果呢你想要的话呢，就要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一套组，这个东西呢就会属于你，是送给你的哦。哇，阿 Ken 的示范真的是太好了，那个吸尘器啊送给你啊，不用花钱去买的。那我相信你很担心哦，很紧急要知道它的价格多少了。我告诉你哦，我们是升级不加钱啊， OK， 299令吉而已就可以拥有我们的 Mugen Jump Starter 3个月的原厂保证期。那如果你一下子拿不出来299令吉的话，我告诉你哦，我们给你的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货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也只需要99令67升，你买到的是一个安心，预防万一啊，你知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啊，意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想象得到的吗？对不对啊？哎，你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真的非常的超值的？所以要马上行动哦！哇，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这个 Mugen Jump Starter 完整的应急套组，只需要299令吉。你看很多的配件都给你了啦。最重要是有这个赠品啊，价值39令吉93的汽车吸尘器，让你的这个汽车里面啊干净卫生。对了，哎，是叫399令吉的哦。可是如果你现在购买的话，立刻可以省个100令吉，299令吉就可以拥有它了。哇哇，非常棒的一个价格哦。当然，如果呢你是想要免利息分期付款也 OK。OK， 只限这个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哦，3个月呢，每一个月只给99令吉67而已。
然后当你们遇上了比如说汽车的 battery 没有电了啊，或是打野 bomb set 啊，你们是很慌张的，因为你根本比如说如果要自己换打野，有时候我男生都觉得很吃 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打电话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男朋友来救你的话，可能要等很久，对，然后万一现在路边有人来帮你的话，你放心叫人家帮你吗？对，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人趁火打劫的这个新闻，没错。所以哦，今天这个Mugen Jam Starter，你一定要买回去哦，放在你的车尾箱 stand by，OK？会做老公的、做爸爸的，你就买给他，送给你的老婆，送给你的女儿。万一他们发生任何的紧急状况，自己都可以先救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因为呢，这个除了是可以 jump start 你的车之外呢，它还是可以去帮你这个打风啊，然后呢，也是可以让你预防到你的手机没电了，然后 call 不到人来救你，还可以充电呢，所以是非常多的功能集于一体的。对呀，哎，你知道像这样子的产品呢，其实现在市面上是很多的，可是今天我们带给你的是 Mugen 升级版的 jump starter 啊，有一个电子的显示屏，你看一看，如果说你的这个battery 啊没有电了吼，你只需要把那两个夹子对准黑的跟红的那个部分夹一夹，它一按 on 哦，就可以立刻 jump start 你的车，然后呢你就叫去附近的修车厂啊换一个 battery 就可以了。我以前啊，我试过早上我要赶着出门上班，我 start 不到我的车，我就知道哦死火了，就是我的 battery 一定是死了，对不对？对。结果我要等那个修车厂开店。是啊，我的家里面全部人就走了，出去上班了，我找不到人帮我交上我车，多么着急啊！没有，最重要的是啊，如果你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要去搭飞机，你要赶去搭飞机，那就很惨了，你损失惨大，哎，对不对？对，而且我跟你讲，女生朋友哦，你比如说有时候在上班啊，你在卡邦那边停车场上得很晚才回来，哎，九点多十点，万一你看你带要 bomb jet 都好，或者是 battery 没有电都好哦，你一个人待在那个停车场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来的，就算是在 highway 哦，晚上早上其实都应该是让你觉得很担心的吧？对呀，而这重点呢，在一个车里面如果没有那个 battery 的话，已经是用完了之后呢，你没办法待在车里。如果你是没办法等人家来的话，你要站在外面又危险哦。所以这个 Mugen 呢，它就是有这个紧急的那个，你知道显示灯嘛？对，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你的车是停在那边的，那你的人生呢就安全了。我跟你说，其实，在 highway 那边呢，实际上如果你停在紧急 lane 那边呢，就是 emergency lane 那边喽，你有没有看过？很多那种意外就是后面的车楼里啊撞上那个车子，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LED 紧急显示灯，其实你看一下多危险，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你有这个Mugen的 Jump Starter，它的这个显示灯是很亮很亮的，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哦，你的车子抛锚了停在路边，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的 Jump Starter 哦。对，没错，就好像我有一次啊，也是停在那个 highway 的路边，然后呢也是车搭压班站，然后你知道有些 highway 它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啊，对，所以很暗很暗，所以呢你要换胎压的时候呢又看不到，手机灯是完全不够亮的，所以呢用这个 Mugen 的话呢，你把那个灯给打开就完全可以照亮了，让你觉得非常的安心。哎，你一说到这个就是那个 battery 没有电啊，或者是打 bomb jet 啊，其实呢我就立刻想到很多人呢都有类似的经验了，是啊，所以如果呢你是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未雨绸缪，我觉得每一辆车一定要有一个 Mugen 啊，现在对不对，就好好的去预防一下吧。完了啦，我现在赶时间，然后车又失火哦，然后呢我又要迟到了，现在我要去 jump start 我的车，可是这里没有车，有没有人来救我？来来来来，我来
救你了啦！哎呀，其实你的问题哦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哈、哦。我跟你讲一下，你不算是最惨的了。我的妈妈哦，之前啊，她驾车回家的时候就塞在车笼里面，然后还下大雨，你知道吗？突然间她车死火了，因为她的 battery 哦就是挂掉了，没有电了，所以 start 不着。所以那时候呢，如果她有 Mugen 的这个 jump starter 呢，她就可以自救了。就像你今天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有这个 Mugen 的 jump starter 呢，就 OK 了。其实它很容易啊，你看。把需要这样接下去之后啊 ，OK， 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我这个可以丢掉了，你可以把它丢掉 ，OK， 它使用很简单的哈、哦，你自己看一下，黑色这边啊，黑色这个啊，这个夹子对准这个黑色这边 ，OK， 对准它，看到吗？加下去黑色的，然后红色的对准红色这一边 ，OK， 然后你自己看一下，这边有个 on 吗？你可以去准备去开车了 ，OK， 好，只要你 on 了它 ，OK， 好，你就可以 jump start 你的车了，来。Wow, OK， 啊，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人家来帮你 jump start 你的车，你自己就救到自己了。Wow. 所以哦，就算你在荒山野岭啊，或是一早要上班的时候啊，你的车的那个电池突然间挂掉了的话，你就可以用它了。真的，非常的谢谢你，而且这次去哪里买啊？我告诉你，在喜鹊网上就买得到了。没错，今天带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Mugen Jump Starter， 绝对是我们紧急状况的好帮手哦。对对，没错。那升级版的特点呢，就有这一个数码的显示屏啦，有三个模式的紧急信号灯，还有自动切断打风的功能。而且呢，你要就是 Jump Start 你的车，只是有三个的简单步骤就可以了，衔接充电就可以启动了，而且它很方便携带啊，容易操作，安全又实用哦。哇哦，非常的厉害呀、啊！这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必备啊，因为呢，它就是有这个9600mAh 的这个助推的启动电源，有 LED 的紧急讯号灯，可以应急充气，还有充电呢。哇，真的是很万能，你知道吗？而且呢，我告诉你哦，299令吉呢，我们给你的还有工具箱啦，里面有所有的配件，你看充气管啊、夹子等等，是不是很棒呢？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赠品哦，就是价值39令吉93的汽车吸尘器啊，让你的这个汽车里面的空气清新，哇，那车里面没有灰尘哦，对，每个人就呼吸很顺畅了，所以赶快抢购啊！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如果你这么多的话，时常要打风的。你看是不是中钉子了？哇，总之怎么办？现在，我现在就是要冲锋啊！你可以救我吗？当然是可以啦。OK， 其实呢，我一早就准备了这个 Mugen 的 Jump Start 哦，放在这个车的这个 store 里，这个箱子里面哦。而且因为它很小巧一个，很方便携带，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哦，其实它很容易使用的哦，因为你看，只需要 on 了它之后啊 ，on 了它之后啊，你自己看一下。然后呢，这边不是有一个 PSI mode 吗？你看， uh-huh. 然后你可以加它的这个风压、气压 ，OK。那如果你的车是24的话，你就用24咯。那如果你是你的 motor， 你放到22就可以了。OK， 看到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尝试呢去打风了。所以就要把那个头连接起来，然后锁紧它，这样子就 OK 啦。对，真的很容易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它可以打风？可以。哇哦。所以它是非常省时省力的一个工具就对了。对 ,OK, 好了。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按这个 air pump 这边这个 button 啊，你看一按了之后、它就可以开始打风了。哇哦，所以它已经慢慢的在那边膨胀起来了。对，你要知道哦，如果你的车子啊泵借了，或是摩托泵借了啊，如果你是在晚上的时候又是在 highway 没有人帮你啊、你自己要换 spare tire 啊，是不是很费力的事情来的？对，而且如果是你老婆或是你的女儿啊，他们没有力做这件事情啊，那别人来帮他的时候你也是觉得很害怕，对不对？对 啊，你看大家都之后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硬哎，你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自己帮自己，你不需要去求别人，你知道吗？对啊，你就不用在那边等人家来救你啊，对不对？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的脚踏车可能已经有一两个礼拜没有去骑它了哈、你看一下是不是它的胎压也是没有风了？你看啊，哎呦，你看放太久也会自己在那边漏风的。对，所以这个情况呢一样的，你看。只要你有 Mugen 的 Jump Start OK 你随时随地要充气都可以一样的锁紧了这个充气头我们 on 了它之后啊，你这边也是一样你看 PSI
我们调一调它，如果22你觉得太高的话，你可以调去20也可以啊，21也可以了。好，我们就 on 它了哈。 OK， 哇、啊、看到吗？所以 on 了之后呢，它去到了你设定的那个风压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切断了，这样子你就不用怕哎那个风会不会打太多，哎它已经停了，搞定了，搞定这么快。看一下风够不够啊、真的不非常非常的那个结实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呢就非常的轻而易举的可以让你骑脚车出去了。对，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套组呢，我告诉你哦，很值得购买啊、哦、除了说有 Mugen 呢这个升级版的 Jump Starter 啊、我们还给你一个工具箱，那这个工具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有。没错，除了所有的配件要送给你之外呢，也是有这个赠品的，就包括了有39令吉93的这个汽车的吸尘器哦、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个Mugen Jump Starter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power bank 来的话，9600mAh。那如果是你要充电的话，可以有3000次的循环这么多，而且我们给你哦，有三个不同的这个充电的头啊，你看。哇、所以呢，不管你的手机型号是哪一个，在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要救命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让你的电话充电，充好电之后呢，你就可以求救啦。对，大家看一下哦，现在只需要。我一按 on 哈、就可以了。哇、哦！看到吗？太神奇了吧！对，有充电的那个 logo 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哦。哎，你知道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是很吓人的嘞。因为你不懂你的那个手机几时没有电嘛，对不对？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看一下我们升级版的这个Mugen Jump Starter 啊，我只要按两次这个啊，哎，等一下我还没有 on 它。对。OK， 好，我按了它之后你自己看一下，我按两次哦。它就一直在闪烁，这个就是 LED 的紧急照明灯。没错，这个呢就是在如果你的汽车抛锚啊有问题的啊，或者是 battery 没有的时候，停在暗的路边的时候呢，就可以显示后面的车，你的车停在那边。对了，然后你常按这个 button 哦，它就变成了一个手电筒了，这是一个恒光的模式，而且很亮。因为晚上的时候，如果你刚好你的手机没有电啊，你的车子失火啊，停在路边，这个可以照明嘛，你要找任何东西都可以。再按一次呢，它就变成不断的。闪烁的这个 LED 的照明灯啊，你看啊，很厉害，对不对？对，再按多一次，它就是一个脉冲的方式了，都是 SOS 求救的灯光信号。我觉得这对女生啊、男生啊，不管是谁都好啊，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一个功能，你知道吗？因为呢，在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跟大家知道说，哎，我们这里是需要求救的，所以对所有人呢都非常的棒哦。哎，你看一下，如果你家的小朋友很喜欢踢球啦 ，OK，、足球没有风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充气嘛，对不对？是。然后我们给你三个不同的充气的针头 okay? ，OK。所以呢，你只要把它插进去之后，一样的，我们直接按 A 泡沫，它就可以充气了。哎啊 ，feel 到它，你看，就这么快哎，很快。所以无论是你要泵大压啦，泵你的脚车啦，其实它都可以很快呢就可以搞定，而且你不需要等人家来救你，你知道吗？对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哈，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小时候啊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小时候呢都会在那边这样子，棒棒棒的时候呢才有这个球可以玩，你知道吗？真的，哎，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自己要换 spare tire 的话，你不太熟悉那个换法，你会觉得很累很辛苦的，因为哦，你必须要啊，在太阳烈热当空底下，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哇，自己蹲在那边啊，路边哇，换那个打压，哇，真的很狼狈了。可是今天你有这个Mugen Jump Starter，把它插进去，哦，那个打压有风了，加到去附近的修车厂换打压厂啊，换一个打压就搞定了，是不是很省时省力？而且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带给你的是一个升级版的Mugen Jump Starter，你自己看一下，有一个很漂亮的工具箱。所有的配件全部都在里面，而我们Mugen Jump Starter也在里面了，所以它是非常的整齐的 ，OK。然后你看得到我们的那一个 LED 的应急灯吗？哇，在上面一直闪烁闪烁，噔噔噔噔噔噔。所以哦，就算你的车子在晚上抛锚停在路边哦，人家会看得到你的，要求救也可以。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有赠品，这是一个汽车吸尘器，阿 Ken 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用哦。
是的 ，Gary， 我们现在呢要让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会赠送给你的这个价值39令吉93的汽车的吸尘器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因为它非常的轻啦，然后你非常的小啦，然后在车内呢就可以起这个清洁的作用。那这个呢，它就有这一个插头，你只要呢把它连接进去。你这样子按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启动这个 on， 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它的强劲是非常的犀利的哦，所以呢，这个东西哦，你看我们车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吸，把那些灰尘都吸进去。最重要的是汽车里面呢有很多这种隆隆啦啦的地方啊，哦，所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轻轻的吸，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呢？如果呢你想要的话呢，就要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一套组，这个东西呢就会属于你，是送给你的哦。好啦，今天给你的呢是299令吉而已的 Mugen Jump Starter， 我们是升级不加钱哦，所以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呢？我们给你3个月的 warranty 原厂保证期哦。那如果你觉得哎299令吉一下子拿不出来，没有关系，只要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我们还给你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也只需要99令吉67仙，是不是很值得拥有嘞？ Yes， 没错啊。哇，你都很快冲进来了。所以呢，就要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上到我们 CJ Wow Shop 那边去抢购，因为呢，你可以得到 Wow 积分哦。来，今天带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Mugen Jump Starter， 绝对是我们的紧急状况的好帮手呢。没错啦，而且呢，我们今天哦，让你看到这一个完整的应急套组呢，除了有这一个我们的 Jump Starter 之外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配件。对了，哇，充气管啦、喷嘴啦、夹子，什么都有了。哇，你看，还有赠品呢，送你一个汽车吸尘器，价值39令吉90仙。不挑色送出哦，我觉得这一个呢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呢让你的汽车里面空气变得比较的卫生，市价399令吉可以让你节省100令吉，现在只卖299而已。哇，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记得你可以享有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也只需要99令吉67仙哦。惨了啦，我现在赶时间，然后车又失火哦，然后呢我又要迟到了，现在我要去 jump start 我的车，可是这里没有车，有没有人来救我？来来来来，我来救你了啦。哎呀，其实你的问题哦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哈，我跟你讲一下，你不算是最惨的了。我的妈妈哦，之前啊，她驾车回家的时候就塞在车笼里面，然后还下大雨，你知道吗？突然间她车失火了，因为她的 battery 哦就是挂掉了，没有电了，所以 start 不着。所以那时候呢，如果她有 Mugen 的这个 jump starter 呢，她就可以自救了。就像你今天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有这个 Mugen 的 jump starter 呢，就 OK 了。其实很容易啊，你看，把需要这样子接下去之后啊， OK， 大家来看一下。就可以丢掉了，你可以把它丢掉 ，OK？ Okay， 它使用很简单的哈，你自己看一下，黑色这边啊，黑色这个啊，这个夹子对准这个黑色这边 ，OK？OK？、Okay okay、对准它，看到吗？加下去黑色的，然后红色的对准红色这边 okay, ，OK？ 然后你自己看一下，这边有个 on 吗？你可以去准备去开车了 okay, ，OK？ 好，只要你 on 了它 ，OK？ 好，你就可以 jump start 你的车了，来 ，OK？、Wow！啊，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人家来帮你 jump start 你的车，你自己就救到自己了。Wow。 所以哦，就算你在荒山野岭啊，或是一早要上班的时候啊，你的车的那个电池突然间挂掉了的话，你就可以用它了。真的，非常的谢谢你，而且这次去哪里买啊？哈哈，我告诉你，在 CJ Wow Shop 就买得到了。哇，你看看今天带给你的 Mugen Jump Start 的升级版呢，绝对是我们紧急状况的好帮手啊！真的非常的厉害哦！这次升级版的特点呢，就有数码的显示屏啦，3个模式的紧急信号灯，还有自动切断打风呢。哇，这个升级版看起来很好用哦。OK， 如果你要 Jump Start 你的车，有简单的3个步骤而已啦，衔接、充电、启动就可以了，而且它很容易携带、容易操作、安全又实用哦。哇哇哇，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呢，就是日常。
常应急的必备品啦，哈，有一个 LED 的紧急讯号灯啦，应急的这个充气，还有充电的功能，再来呢就是有这一个电源9600mAh。欢迎来到喜剧王秀，我是 Gary 巨成，我是 Kian。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你看到你日常会面对到的问题。OK， 真的 ，Battery 突然间没有电哦，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来的。有时候等人家来打救我们呢，你要等个一两个小时，那救得到还好，救不到怎么办？白白浪费了时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车子或什么多的胎呀，突然间没有风，嘣，这就好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你看，你看，帮站了，怎么办呢？哎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停在路旁边啊，就没有人能够来打救你的时候，你在那边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所以 Gary 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买 Mugen 的 Jump Start 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尾里面啊，或者是 Motor 这个 Store 的那个箱子里面都可以啊，而且它真的是很小巧一个，很容易操作。 OK，我教大家如何使用啊。你看这边有个 On Off， 你 On 了它先， OK， 看啊，on 了它之后，你看到这边有蓝光嘛，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这边有 BSI 8 KPA， 然后只需要你看第一个是 PSI， 你调一调，这边 23.5 嘛，那如果摩多的话调到去它22，你就根据你车子的气压风压哦，来就是调它的这个它的那个数字了，好不好 ？OK， 来看一下啊 ，OK。22这样子就可以了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打风了哦。所以是很简单，就这样子把那个头连接起来，然后呢锁紧它，这样子就 OK 了。真的，而且呢，你的车如果你的胎要绷紧了啦，你给它有一点风，你就可以加到去附近的那个汽油站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哦，修车厂啊。对 ，OK， 你看，哇哦，我们按 bomb on 了之后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大家看一下，它就到那个气压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断打风吗？对，这个就是升级版，而且我们升级版的还有一个电子的屏幕啊，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数字，你看一下啊。OK， 这样就好了。对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就有风了呢 ？OK， 你可以试一下。哇哦，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再担心说胎压崩掉，然后自己要换胎压，因为有些人也是有试过哦，就是要换那个spare胎压的时候啊，原来它spare胎压也是没有风崩掉了，所以那个很糟糕。OK， 再来，谁有骑脚踏车的 ？OK， 脚踏车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啊，你要推到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换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大家再看一下哦，我们 on 了它之后，你自己看一下这一边哦，我们一样，我们就是找到的 PSI，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显示多少呢？ OK， 这个是显示41，对，我们不要这么多，我们可以减它，所以它是可以去让我们选择它的那个气压的程度的。所以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班架的胎压，然后呢去打风，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快捷的，你不需要等人家来救你，你不需要把你的摩托车啊或者是你的脚车啊就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OK， 大家看一下哦，我一样把它锁紧了我们的这个气孔这边，然后呢锁紧了之后你只需要按一个 on 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啊，听到吗？那个声音啊，然后你看一下那个胎压，它就开始慢慢浮起来了。哎，真的太快了吧，这个。而且我告诉你哦，它当它充气完毕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就是断风，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智能的啊。你自己再按一下，看一下那个风够不够。非常的够哎，对，重点是你知道有一些时候啊，自行车我们放在家里放久了，它自己也会漏风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不用再用那个手动的模式，要直接按那个打风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如果你的胎压没有风了，你硬去架它，知不知道？它会破坏掉里面的塑胶的。OK， 今天我们带给你这个套组呢，我跟你讲，绝对是市场上找不到的。你看看，我们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Mugen Jump Starter， 它总共有四种功能哦，包括应急的紧急的灯啦，照明灯啦，然后可以 jump start 等等的啊。对，当然呢也是有这个赠品呢是要送给你的，就有价值39.93元的这个汽车的吸尘器啊。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个Mugen Jump Starter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power bank 来的哇，9600mAh。那如果是你要充电的话，可以有3000次的循环这么多，而且我们给你哦有3个不同的这个充电的头啊，你看。哇哦，所以呢，不管你的手机型号是哪一个，在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要救命
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让你的电话充电，充好电之后呢，你就可以求救啦。对，大家看一下哦，现在只需要我一按 on 它就可以了。哇哦！啊，看到吗？太神奇了吧！对，有充电的那个 logo 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哦。哎，你知道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是很吓人的嘞。嗯，因为你不懂你的那个手机几时没有电嘛，对不对？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看一下我们升级版的这个Mugen Jam Starter 啊，我只要按一两次这个啊，哎，等一下我还没有 on 它。对。OK， 好，我按了它之后你自己看一下，我按两次哦。它就一直在闪烁，这个就是 LED 的紧急照明灯。没错，这个呢就是在如果你的汽车抛锚啊有问题的啊，或者是 battery 没有的时候，停在暗暗的路边的时候呢，就可以显示后面的车，你的车停在那边。对了，然后你常按这个 button 哦，它就变成了一个手电筒了，这是一个恒光的模式，哦，而且很亮。因为晚上的时候，如果你刚好你的手机没有电啊，你的车子失火啊，停在路边，这个可以照明嘛，你要找任何东西都可以。再按一次呢，它就变成不断的闪烁的这个 LED 的照明灯了，你看啊，很厉害，对不对？对，再按多一次，它就是一个脉冲的方式了，都是 SOS 求救的灯光讯号。我觉得这对女生啊、男生啊，不管是谁都好啊，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一个功能，你知道吗？因为呢，在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跟大家知道说，哎，我们这里是需要求救的，所以对所有人呢都非常的棒哦。哎，你看一下，如果你家的小朋友很喜欢踢球啦 ，OK，足球没有风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充气嘛，对不对？是。然后我们给你三个不同的充气的针头 okay? ，OK， 所以呢，你只要把它插进去之后，一样的，我们直接按 A 泡沫，它就可以充气了。哎啊 ，feel 到它，你看，就这么快哎。很快，所以无论是你要泵大压啦，泵你的脚车啦，其实它都可以很快呢就可以搞定，而且你不需要等人家来救你，你知道吗？对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哈，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小时候啊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小时候呢都会在那边这样子。棒棒棒的时候呢，才有这个球可以玩，你知道吗？真的，哎，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自己要换 spare tire 的话，你不太熟悉那个换法，你会觉得很累很辛苦的，因为哦，你必须要啊，在太阳烈热当空底下，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哇，自己蹲在那边啊，路边哇换那个 tire， 哇，真的很狼狈了。可是今天你有这个Mugen Jam Starter，把它插进去，哦，那个 tire 有风了，加到去附近的修车厂换 tire 厂啊，换一个 tire 就搞。定了，是不是很省时省力？而且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带给你的是一个升级版的 Mugen Jam Starter， 你自己看一下，有一个很漂亮的工具箱，所有的配件全部都在里面，而我们 Mugen Jam Starter 也在里面了，所以它是非常的整齐的 ，OK。然后你看得到我们的那一个 LED 的应急灯吗？哇，在上面一直闪烁闪烁，嘚嘚嘚嘚嘚嘚。所以哦，就算你的车子在晚上抛锚停在路边哦，人家会看得到你的，要求救也可以。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有赠品，这是一个汽车吸尘器，阿 Ken 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用哦。是的 ，Gary， 我们现在呢要让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会赠送给你的这个价值39令吉93的汽车的吸尘器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因为它非常的轻啦，然后你非常的小啦，然后在车内呢就可以起这个清洁的作用。那这个呢，它就有这一个插头，你只要呢把它连接进去。你这样子按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启动这个 on， 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它的强劲是非常的犀利的哦，所以呢，这个东西哦，你看我们车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吸，把那些灰尘都吸进去。最重要的是汽车里面呢有很多这种隆隆啦啦的地方啊，哦，所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轻轻的吸，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呢？如果呢你想要的话呢，就要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一套组，这个东西呢就会属于你，是送给你的哦。好啦，今天给你的呢是299令吉而已的 Mugen Jam Starter， 我们是升级不加钱哦，所以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呢？我们给你三个月的 warranty 原厂保证期哦。那如果你觉得哎299令吉一下子拿不出来没有关系，只要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我们还给你三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也只需要99令吉67仙，是不是很值得拥有嘞？ Yes,
没错，哇，你都很快冲进来了，所以呢就要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上到我们 CJ WOW Shop 那边去抢购，因为呢你可以得到 WOW 积分哦。来，今天带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Mugen Jump Starter， 绝对是我们紧急状况的好帮手呢。没错啦，而且呢，我们今天哦，让你看到这一个完整的应急套组呢，除了有这一个我们的 Jump Starter 之外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配件。对了，哇，充气管啊，喷嘴啦，夹子，什么都有了。哇，你看，还有赠品呢，送你一个汽车吸尘器，价值39令吉90塞。不挑色送出哦，我觉得这一个呢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呢让你的汽车里面空气变得比较的卫生，市价399令吉，可以让你节省100令吉，现在只卖299而已。哇，如果你是 Mugen 的信用卡用户，记得你可以享有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也只需要99令吉67仙哦。你知道吗？预防万一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来的。因为你不要等到你的汽车胎要崩炸了，或是那个 battery 没有电了你才紧张的要打电话叫人来帮忙你换胎压啦，换那个 battery。有时候如果你赶时间要去上班的话，你自己怎么处理？自己换 spare tire， 换完满身大汗，又要再去冲凉，没错，那个是很糟糕的。所以不要把麻烦都丢给自己，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好帮手，可以让你拥有它，然后让你解决掉很多的事情，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为什么不把它带回家，放在你的车里呢？那今天我们给你的这个 Mugen Jump Starter， 除了好用之余，我觉得也是市面上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价格的。没错，因为在市场上了。如果你要买这样子的一个Mugen Jump Starter第一个都要339令吉，这个有些还不包括运输费的，你知道吗？还有这个呢是299令吉，虽然是同样价钱，但是它没有赠品呢。对啊，而且我们 CJ WOW Shop 是 free delivery， 将我们的产品呢送到去你的家，免费送到你去你家，所以呢买回去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OK， 没错，无论发生任何的状况，你都是可以第一时间自救，也可以救到你的老婆、女儿、家人、朋友的所以呢就要赶快行动啦，这么棒的一个套组，上网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网站呢，然后呢也是可以上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手机 APP 来抢购了。好，对了，谢谢大家收看啦，天天精彩，天天哇哦。